这不就着呀了？老文要买了别人的庄稼，你买一个，人家喂人家的，家粮我花了多少钱？这不就着呀了？老文要不得还会追肥的，买了别人都走。哦，这样子。这是他们家室内院的家的。那这是不是为的草，然后直接搁那草子里？小二哥都半夜不算，人家在这搁呀。啊，对对对。这是浪费，这是浪费了。是的，他生的啥？这。那还是不是还要把草储存的呢？ 那弄点真是能发样菜。这能专门给他订的这个吃的，然后到时候养这些偷吃。这是浪费，这是浪费了。是的，他生的啥？这俺没有大口吃。咦，那还是不是还要把草储存的呢？咱们给他吃完了。哦，那时候就像咱弟弟拿回来，然后一扎扎水，吃肉给他放进去，吃点放进去。那撒了老味了。这一个鸡，还有一个鹅嘞。那那手里你看多带劲。我都吃了。喂的羊啥都有，俺不的那小猪来了，你他家喂的啥都有啊？有意思了，我的咦，我的哪一个说的不知道？那俺二舅给来打面的。 俺来了，一看这果然不一样啊！这小猴是谁家的？这可有三四十个样，四十个样有吗？有二十多个样。小猴不是十来个了吗？那小猴十来个，他们都是。咦，这家里样全部都放老肥羊，你看着吗？嗯。反正放这个烧锅这个，啊。是的。全部都是回头的。头上都是回头的，他是招的他。这是苗子样的一个人。站起来。这苗子那老人，这苗子样可能大了。呀，他爹的。 不知道敌人，这苗子样，这苗子样都站到乱蹦去，我。还说反了，说的。这咱俩老人。人家不欠，天天都这样，要钱花光往里面欠。搁那屋里。搁那屋里不欠，一年他都出去跑。那管。没有俺不烦呀。哎，养么可能？那弄养二两，咱打个东西。那人家老粉，那家人家打的。哦，人家打的。 哎，一年要喂这么多羊，这到年根儿卖回来还不少卖了，比种地都强。种的麻烦呢，扫地去。俺这在海南活的吧，大人不得去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弄的不赖，恁这照顾。不是那时候就跟六头啊。哪里吗？跟六头。那人家养的，你咋就不打？嗯。头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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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头
你搁这活儿，头年的那个留着了。就是俺那几个姑娘，他给俺两三千，不卖了，俺家下家三万块了，就这个红呀。怎么年年头一个月过三千五？那啥都不卖。你们羊圈呀，这营吃的嘞，这各方面设计的不赖。他那个省的钱啊，我那妈是飞来的，俺妈是天天捡。你冬年在山，冬年不在这吧？那是冬。